啊，这节课啊，要上的较无同款啊。有时啊吼，较早捌上过吼，奇怪咧，然后我骂甲足欢喜的。哎，咱啊，这节课是不是稍微上的就是吼，敷衍爱，这可能原来有的人捌上过啊，吼。什么叫做敷衍爱？这英文真简单呐、啊，英文吼是全世界上简单的。伊敢若二十六个英文字母尔，对吧？哦，那拆开吼，咱每一个人拢捌的。所以吼、哦，英文上简单，全世界上简单的。啊，伊若你若唔知影讲安怎拼，你直接就可以念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吼、哦，因为用足简单的。啊，你若讲讲介绍讲你四写吼，伊若唔知影倒一个写，你就要解释讲延伸寸，哦，啊，就要解释啊。伊这唔免，你直接念字母出来就好啊。所以英文是全世界上简单的哈。敷衍麦什么意思？敷衍麦就是我是谁呀、啊？足简单嘞，你是谁呀、啊？啊、哦，这哈、哦，咱根据台湾的这研究，研究院的研究啊，考古研究哈、哦，伊迄、那个台东的八仙洞遗址啊。在5万年前吼，都已经有住台湾人啊，哦，所以吼，咱台湾人哦，住伫台湾是真早之前就有啊。啊，咱台湾话吼，较早讲的啊，是河洛话占上大部分。啊，河洛话是足粗俗的话呢。河洛话吼，那恁骂人的时阵是足歹听呢。哦，足傲娇的呢。啊，唔过吼，足实在啦。哦，好老的这点好处，啊，不过咱真侪所在拢用唔到。比如讲，秘书长拄啊讲啊，讲拍卡称，拍卡称是唔对的呢。卡称甲卡称配爱分好清楚。哦，拍卡称配甲拍卡称是无同位。哦，咱爱分好清楚。有时啊吼，搞不清楚的时候吼，都叫人误会去啊。哦，比如讲上简单的吼。是讲迄粗俗话，卖讲啦。那咱讲这确实在，这就是八仙洞。八仙洞吼、哦、是国家的一级古迹哦，5万几年啊，迄是住伫遐的人5万几年啊。那这个洞可能唔拿5万几年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唔过吼，流氓政府吼、哦、对咱偌好个。伊派新兵哦去甲咱收卫兵，好哇！十几空哦，其中有三四空哦，派新兵去甲咱徛卫兵啊。这叫做曹阴洞，好无？嘛，派新兵去甲咱徛卫兵。我顶礼拜去哦，剩三空啊，三空有派卫兵咧徛呢，啊，剩的拢封起来。啊，无就废掉安尼。伊个古道吼，即摆拢用迄个茶吼，甲你垫楼梯爬甲足好势。这是国家一级的古迹哦，啊。这叫做乾元洞，我阵这三坑吼有神明咧徛。啊，你甲想，中华民国吼，这个流氓政府啊，伊迄个啥物蒋介石即个无？这40年的古迹啊，40年的古迹哦，伊派谁去徛？派宪兵去徛，安有共款嘛？伊派新兵去甲咱徛。领导呐，超过40年的吼，拢在去申请，哦，去申请。阮家的古迹吼，原来要在中正纪念堂啊，你甲派宪兵来徛哈。哦唔过伊讲吼，恁爱家己出钱啦。伊拢会安尼讲，无，伊会叫恁家己派保全啦。卖戆啊哈！这40年的古迹吼，家己负责哈。即个台湾囡仔有无？哦，去抗议啊！抗议什么？微调课纲啊！即。讲叫这蒋伟宁啊出来讲啊，捍卫台湾史啦，拒绝中国化啦。问题出伫倒？出伫因唔知因是虾米人啊？
对不对？因就是讲，因就是台湾人啊呢。啊，因要甲洗脑，中国要甲洗脑呢。唔过啊，每一个摕身份证拢是中华民国，所以因是虾米人？中国人啊。啊，中国人甲恁教中国史有虾米唔对的所在？所以吼，这个囡仔吼，因家己未了解因的身份。啊，这应该原来真侪代代学生啊。你来问讲，啊，你读到一间学校，到一间大学的，是？你讲哦，我读普仁大学。你新闻那个学生证件摕出来，你明明都文化大学，你给他讲你普仁大学，对吧？赶快的意思。啊，这台大的学生摕拢台大的学生证呢，啊，你敢讲你普仁大学，是咪真足奇怪？啊，即个讲哦，恁遮拢台湾人，结果身份证摕拢中华民国，所以因都唔知啊，伊是虾米人，对吧？足简单的道理嘛。啊，教育部就安怎讲？啊，啊，恁无爱这个时间哦，无要紧，恁去吼、哦，教四节的中文无满意嘛？啊，下晡教三节无满意，无要紧，下摆我甲你改，改做吼、哦、早起三节，啊，下晡四节，安尼在。哦，啊，这个学生囡仔听到，好啦好啦，无这个，结果嘞，明年又来抗议啊，啊呐，三节甲四节对调尔嘛，同款嘛。这因的课表啊，每一节拢用中文来甲你教，对不对？啊，用中文甲你教英文，用中文甲你教音乐。用中文给你教艺术，啊，所以什么情形？你来学一世人的英文拢学袂晓呀，对不对？学到大学啊，以后 Hello, Good morning, 从那过来，敢那语塞啊呢？什么原因？恁拢无了解呢？恁台湾人甲中国人是敌人呢？敌人的关系呢？你唔知影，人因中国人足清楚的。敌人的关系呢？我会甲敌人的子孙教好哦，啊，甲教好教哦，啊，再来甲他变哦，我是不是拍带去啊？所以这个敌人啊，因足清楚的，因足清楚你是敌人的子孙，所以啊，甲恁教英文，恁英文永远拢袂晓的；甲恁教音乐。啊，恁会晓唱歌啦，因为咱台湾人本来就搞唱歌啊，咱的遗传性就是搞唱歌。唔过恁乐理都唔捌啦，有啦，因甲你教乐理的时候，哪哪教？哦，杜邪要来了，赶快全校集合哈，到那个大会堂里面教什么是半音符，什么是全音符，有无？啊，杜邪在走，伊阁袂记啊，这就是教恁乐理，对不对？啊，教恁艺术的，教恁啥？哦。教恁做手工皂啦，有无？啊，无你手工皂是我要赚偌济钱？你甲我讲，一块纱布三四十块啦。啊，无你偌好做？哦，甲咱教讲好，咱纱布哦，用完哦，都爱安尼好，过安尼钳钳钳钳钳，两块夹做一块，三块夹做一块。啊，无你是省偌济？自细汉就甲恁教哦，来菜市啊，爱买较少的，即摆个台价哦，青葱啊一斤给你减一块，减两块，甲菜市安尼真牛计较。啊，你若咧买车的时阵吼，吼、哦，伊给你削着一万块，你痛甲靠背呢。买一间厝的时阵啊，伊若给你削哦一万块，吼、哦，你足欢喜的呢。结果一开就开几落千万买一间厝，给你削两万块，哦，你痛甲。啊，一日干咧甲菜市啊阿送啊。哦，你这竹笋啊，较贵人两块哦，爱加一支葱啊，爱加一支蒜啊。错误的教育就是啊，计较小钱，啊再来开大钱。一间厝哦，几十千万买落吼，伊俗啊五万呢。迄个建设公司迄个业务啊，哦，加打九八折。啊，结果你去要赚九八折去，你唔知影。啊，来咧计较诶，肠啊减一块啦，猪肉减五块啦，啊，无你有法度食偌济猪肉啦？
所以吼、哦，甲你错误的教育，甲你教个吼，你讲你啊，甲你教英文啊，用中文甲你教英文，你永远拢学袂晓英文嘛。伊讲反对洗脑的课纲，伊就是要甲你洗脑，佮你反对吼，反对无效，对不对？这样反对没有用，伊就是要甲你洗脑，上好甲你洗做安那。人家拢变奴隶，吼、哦，上好拢一直做奴隶吼。这奴隶上翘翘到啥程度，你知啊？会去开那个机器的开关就好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也要纳税上赞。啊，村里呢，政治哦，政治阮来插刀，恁负责赚钱，有无？伊拢嘛甲恁讲讲，啊，恁唔当插政治啦，插政治足危险的呢。唔知道国民党西安怎去？隔年以来嘛是个同款，对吧？个抗议无效嘛，拒绝洗脑教育，教育本来就是咧洗脑的啦。啊，无那就教育，教育本来就是洗脑。中国的思想安怎甲你说？哇！你自细汉出世哦，哎，你姓猪的，你姓牛的，姓畜的，啊，你姓梁，哦，你即辈上赞，今年生较侪，啊，结果呢？学校无够读啦，啊，即个梁囝梁女哦，哇，学校伤细间，无够读，煞来哭，啊，过两年呢，是啊，学教学煞变重出来，有影梁，姓梁的较赞吗？梁是糖呢，你嘛讲啊足习惯的呢。哦，我姓猪的，我减你两下哦，你姓狗哦，讲啊足自然的呢。恁干那会使做禽兽哦，做地沟油哦。所以中国人安尼尴尬。哦，女孩子哦，叫嫁鸡随鸡啊，嫁狗随狗，恁干会使嫁鸡跟狗而已哦。看恁偌可怜，查某人有够可怜。伫中国社会啊，查某人拢无地位咧。迄是甲共产党来吼，吼男女平等。即卖吼伫中国吼，女孩子很有权利呢。我知较早，较早应该恁绑小脚，足不出户，好无？咱来了解呢，台湾人啊 ，This is war。是咧战争呢，人因中国人足清楚，即咧战争呢，人因还袂战赢，因知影呢。咱台湾人就是讲，早都结束啊，第二次世界大战早都结束啊，唔是啊，即马搁咧战争啊，知无？咱台湾吼，四百年前吼，都荷兰人啊，来甲咱教化，一来吼，将罗马拼音吼炸来台湾。咱迄阵啊叫做新港文，新港文哦，就是安尼。下开哦，敢那英语的哦。迄阵啊，咱的文化都是敢那写英语的，这都是新港文。啊，这汉文对照，因签这个契约，讲叫做凡阿契啦。甲咱凡阿签的契约，叫做凡阿契。啊，咱凡阿。是写这新港文的，对吧？按汉人就写这汉文，安尼多一本较高级。这些凡啊拢写英文的呢。啊，大部分迄阵啊新港文吼，拢查某人签的，因为安那，迄阵啊古早时代的社会吼。咱这查某人是有继承权的哦，较早是母系社会哦。咱台湾是安那做喜事的时阵，做丧事的时阵，拢母姑坐大位，母姑才是大的，阿伯阿叔那边第二的，所以母姑那边才是大兵的哦。爱怎样？中国是无迄个母姑坐大位的哦，干那四川了就做合作摩梭族啊。摩梭族那边，因迄只族是母姑坐大位的，
因无老爸的名，阿姑吼负责饲囝，所以摩梭族吼是中国唯一是母系社会。啊，若咱台湾较早母系社会，查人才会使继承财产，财产要卖的时候，拢查人签字。咱台湾搁较早有，咱咧算数啊，算数吼，咱台湾是365天安尼算哦，365天是3个一拜，6个十个，5个一个，安尼啊，这365天，哦，咱较早古早算法，你唔通想讲龙五咧，安尼算足清楚的。台湾金啊，较早我出产真济呢，金啊都是用台湾金钱的。哦，台湾金来算的，咱咧孝母仔无，孝母仔就是原来用这孝，所以吼、哦、会足清楚袂乱的。这个还阿客无，哦，英文的哦，啊，其实这个英文吼、哦、爱用台语读啦，哦，这叫做罗马字啊，哦，罗马音吼、哦，罗马音标啦。这汉语哦，甲新港文书写的新港文书，伫个乾隆49年哦，迄阵叫做还阿客啊。啊，这是迄阵啊，东印度公司的职员伫1652年吼、哦，所画台湾的地图。伫400年前就有法通画这种地图，荷兰人真正有哪无简单呢？伊迄阵啊无卫星呢。咱台语哈，包括啥？咱台语哈，包括西班牙话、荷兰话、英文、日语、甲荷兰话，安尼倒起才是台语哦。你唔能叫是荷兰话，才是台语，唔是？咱台语哈，有西班牙语、荷兰人嘅语，啊，佮日语、佮美语，啊，荷兰话安倒起才是台湾话。哦，譬如讲，咱上简单，咱咧食胖有无？这个胖吼是西班牙人炸来哦，无你知影胖安怎写吗？哦，这个、胖是西班牙人炸来哦。啊，那安门头嘞，安门头就是荷兰人炸来，安门的嘛，哦，安门啊翻炸来，安门头，哦。啊，那罗西罗来吧，有骗子，这个、日本人有无？所以吼、哦，咱台湾话含遮侪种，连美国的嘛有。美国好事讲，好事讲就是原来美语哦，美国话，啊加荷兰话，荷兰话较歹听，荷兰话吼，什么难拍啦、难叫啦，迄拢荷兰话。啊，不过这嘛无，因这讲的嘛实在话，难拍甲难叫真正常啊，敢那目睭偏啊，同款意思嘛。唔过人因咧讲起来就敢那足恶作咧安尼。人美国人人伊讲这性器官嘛真正常啊。对不对？器官的一种尔嘛。唔过呐，伫个中文内底，因就感觉吼，愈爱做诶吼，愈惊人知啊。这算中国人的习惯啦。啊，美国人无同啊，人做爱就做爱，没什么性跟爱要分开啦。吼、哦，那个网站顶头了嘛，讲爱是危险的，性吼、哦、才不危险。性只要过去就算了、啊，爱哈、哦、要负责一辈子呢，哦，所以哈、哦，英国讲全世界哈、哦、拢教爱啊。你看哦，每一国所有的文化，较先进的国家拢教爱，无人咧讲爱孝顺你的父母，要爱你的父母啦，不要孝顺你的父母啦，卖讲啊，卖个像迄恶毒的文化的教育。孝顺父母是唔对的呢，要爱你的父母才对。哦，迄前几届诶学员一直讲嘛，我们那个王老师啊，一直教我们不要孝顺父母，唔是迄意思啦，是要爱你的父母。什么叫做孝顺？伊教你24孝，对不对？24孝其中有一孝叫做为母埋儿哦。犯了杀人罪呢？为了母亲，你要犯杀人罪呢？安尼，你母亲会怪了吗？你有爱你的母亲吗？哪呢？国足济呢？爱挂肉饲老母呢？挂你的肉，恁老母敢吃吗？
很简单的，就是那种给你骗的啦，什么枯竹生笋啦，说一句比较简单的，放流的比较紧，你知不知道？用枯的你有办法让生笋，很简单的道理嘛，所以有时候有教育在那个有毒的土地上面浇不出好的苹果，在1655年那时候，荷兰人来到台湾的时候，他要把基督教炸来，基督教炸来的时候，我们那时候原住民多先进的，马上就接受基督教，规整都信基督教，所以他们马上就要翻译圣经，把这圣经这古荷兰语这新港文给翻过来，翻过来咱现在基督教还有很多阿嬷有都在读这种罗马尼亚文，在读这罗马尼亚的时候，他们孙看到多稀奇，你知道吗？阿嬷，好，你会读英语哦？阿嬷说这白话字，有吗？白话字读起来就是台语所以这些孙都说，这阿嬷多先进的，多厉害，会读白话字呢。不过这两本册哈，伊阵啊翻译的时阵有翻福音，约翰福音跟马太福音啦。约翰福音已经拍无去啊，马太福音是新约圣经的头一章。迄阵啊，咱新港文有无？这荷兰人为的啊，伊讲 I am Formosa， 我是 Formosa 的人。因迄阵啊就知影只台湾啊 ，Formosa 这个字就是西班牙人号的。荷兰人伊就知影讲沿用这个佛摩萨，西班牙人吼去到倒位吼，那看到水的所在拢佛摩萨，西班牙人听嘛拢讲圣地亚哥无，佛摩萨这都拢水的所在。咱只台湾吼，所有的原住民族吼，其实吼拢为倒来，拢为南岛来。在冰河时期的时候，那时候移过来，那时候有为马来人种，他们常常跟他说我们炎黄子孙，有没有？你们只要黄皮肤的都炎黄子孙，如果这样，日本人也炎黄子孙，蒙古人也炎黄子孙，清国人也炎黄子孙，泰国人也是，越南人也是，韩国人也是，这些都炎黄子孙，这就是他们的文化，他们的文化里面就是要把这些世界大同，这样简单吗？皮肤同色都要世界大同，如果那些洋鬼子翻，我们是南岛语系的，南岛语系其实说南岛语系大部分都百越族，什么是百越族？百越族就是古早时代楚河跟汉界，楚河，什么是楚河？就是超叠五河啦。汉跟楚为界，两个修剪了，楚国灭亡，对不？楚国灭亡了，就剩汉了嘛。这个汉的百越族的，百越族的讲什么话？百越族包括瑶语哇，瑶族的客家人、广东人、河洛人。福建人、福州人、漳州人，这些拢灭国去啊！拢在讲普通话，对吧？足简单的道理嘛。这些灭国去，好做啥？亡国奴啦，对吧？足简单的道理啊。唔过伊甲你讲啊，伊甲你教讲，我们都是龙的传人。吼，偌欢喜要做龙的传人，伊要龙偌水的呢？你？足介做龙的传人啊！你已经感觉讲，哦，非龙莫属啊！要嫁嘛，要嫁龙囝；要娶嘛，要骑，要娶爱龙女啊！啊，有无讲吗？猪仔囝敢唔好吗？还是迄狗仔囝敢唔好吗？其实吼，这甲恁教拢错误的。你足爱欺负好头领，怎变羊狗归到底啊？啊，足爱做禽兽。人外国人不是外国人做金牛座、水瓶座，对不？这不是做天上的星星，不是更加好吗？
天上的星星每一座都是神明呢，对不对？啊，现在都来做禽兽，啊，恁做禽兽嘛，搁做几千年啊，做甲足爽个啊，已经惯习啊。禽兽要杀吼，袂哀呢，有迄只猪仔才会哀尔呢，对吧？无像咧要杀吼，是足简单个呢。即咱啊，吼，即佛摩萨，佛摩萨个人吼，因甲咱迄清国人拢叫咱即番无，人因。荷那个荷兰人甲西班牙人吼，唔是叫咱番哦，人因叫做印度啊，乌印度啊，无同款吼。1603年的时候吼，民国大明帝国啊，大明帝国伊个陈帝一写这本《东番记》，《东番记》顶头伊就讲啊，台湾原住民族吼称为东番，哦，迄阵啊叫东番啊。啊！因早就知影咱遮是东番啊！哦，江西时期伫台湾的原住民的荷兰政府，根据伫个印尼吼、印度尼西亚遐伊的经验，伊讲吼，咱台湾人遮是印度啊 ，black 哦，大部分穿青有色人种拢叫做 black 啦啊、哦！啊，这个清国人吼、哦、为咱台湾番呐，哎、欸，即讲啊，这番王呢。啊，这翻薄啦！伊若要甲你丑化，足简单嘞。恁这个翻王甲翻薄哦，大家拢翘骨哦，吼弯弯翘翘哦。啊，那中国人诶，每一个人嘛堂堂正正诶，有无？哦，恁都要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。奇怪，啊那遐外国人拢歪歪的吗？都要做堂堂正正的，才会当做中国人。所以吼、哦，迄中国人的文化、歹文化，拢叫是因上高顶的，对吧？哦，因是文化的强国有无？恁捌甲想过，是安那教恁用猪食饭？哦，安尼较清气，对不对？印度人国手食饭的遐，敢有较无清气？遐敢有较垃圾？印度人的人口敢有比中国较少？足奇怪的，啊，是安怎爱用滴？因为恁的手无清气啊，恁的身躯阁无清气啦，对不对？足简单的，所以爱用滴啊，洗手嘛免，滴清气就好啊。啊，那印度人诶，因食饭，大家吼手拢足清气的呢，连身躯都清气呢，对不对？足简单的道理嘛。所以是安怎人全世界笑中国人讲不卫生、不诚实、不守时，什么原因？不守时安怎？人日本人的火车吼，咻慢30秒，吼、哦、日本人感觉吼足无欠的，慢30秒入来。啊，中国人诶，晚点没关系啦，有没有？你知影分甲秒吼，较差点吼是差60倍呢。哦，啊恁晚一点吼，你看即卖火车者，你来讲晚点10分钟哦，伊袂感觉无欠哦。哦，伊若晚点1小时哦，他才会道歉呢、啊，对不对？啊，那日本人诶，30秒入来，哦，对不起，晚了30秒。迄文化无同款的是伫遮，所以啊、哦，唔通就是讲恁牙低就偌高级哈，牙低诶啊上歹，一挂树啊拢错完去啊。现在中国无迄个森林大火，恁捌听讲中国咧森林大火？哦，什么大兴安岭都有啊！咧森林大火，无啦，因无森林通啊烧啦。为什么？自古早时代就开始烧火啊，对不对？较早欧洲是袂晓烧火啊呢，火啊拢为中国遮过呢，拢为支那过呢，所以叫火啊叫啥？叫支那有无？烧火啊，爱用足侪柴呢。几落千年前就开始烧火啊呢，所以遐树啊拢错完去啊。啊，到明朝的时候呢，树啊拢错去做船啊。哦，郑和下西洋，讲一届几万只的船出去呢，拢错去做船去啊。啊，无就搁错去做猪啊。莫怪无大树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人法国人问伊讲，啊，无恁什么时阵要改用刀叉、啊？
其他人吼、哦，因讲啊，是安怎都爱用刀叉、啊，我用刀用真好啊。法国人来讲吼，啊，恁即马连森林都无啊，森林也无吼，所有的动物嘛嘛拢无啊，所以呢，动物啊拢食完去啊，中国人吼、哦，食甲剩迄只无，剩迄只困无饱迄只。剩迄只吼，当作宝啊，我上传世界啊，上传全世界看，看甲甲因共款吼，到处睡觉安尼。对吼、哦，就是支那的文化。咱这百叶族的吼、哦，是南岛语系的，这是迄个林玛丽医师吼、哦，伊研究出来的结果呢，咱的血统吼、哦，拢南岛语系的，哦，唔通讲你是炎黄子孙啊哈。炎黄子孙哦，都剩下的，迄个清国的官员有无？清国的官员来到台湾吼、哦，是袂使从家后囝儿嫁来呢。来台湾做官吼、哦，家后啊，甲囝儿爱皇帝刀呢，爱做人质呢，安、啊、你才会回来呢，无在台湾甲他叛变，所以因来台湾做官吼、哦，袂使嫁家后来。不过吼、哦，大家拢有钱嘛，对吧？来台湾做官吼，三年官两年满无，大家落地啊拢爸爸，落地啊那爸爸吼就会作怪啊。台湾吼找小三，对不？每一个官来到台湾拢有小三呐，啊遐生的就正汉人啊。这清国个咱为个咱这番呐，咱这番的画像哦，大家拢弯弯翘翘，拢翘骨的款呐，对不？这吼、哦，清国的也册内底写哦，《东华录》内底哦，番户口伊讲吼，何某就是荷兰人占伫台湾的时阵买旗的时阵啊，在台的名客有三千里，郑成功入台炸三万七，病死六千，郑灭了吼、哦，四万两千人遣回中国。啊，郑成功迄阵啊是明朝呢，明国呢，吼、哦、对不对？民国迄阵拢迁团等呀，对不对？换清国人来做官的时阵啊，官才来遮团后代，哦。啊，遮民客吼是去用官当去大清帝国呢，台湾的户口吼所记的番啊、甲民啊，两种是番的，是敢若主色的程度无同尔啦。有的是主臭呆喎，啊有的还佫青的喎，有的是主色的喎。所以台湾番分做三种，一种民，啊一种色，啊一种番，啊其实三种拢番呐，是干那主色的程度无同啦。哦，迄民就是主臭呆啦，啊色番就主色个，啊来青番哦，就是还袂煮的啦，足简单的道理嘛。所以吼、哦，分真清楚，这就是，这是色的哦。你唔通就是讲这下番咯，这是主色的吼、哦，这也要讲好老话啊。啊，若真正主无色的，爱番拢啊个大山顶啊、哦，这是荷兰人迄阵啊话，咱这的民啊色的。这大清一统之内底吼，伊就写、哦、台湾府吼、哦，自古丰富之体，无统中国名叫做东番，哇、哦！明朝的时阵，荷兰人占属日本。所以清国人足清楚的，伊要挂日本天皇的时阵心一点啊都袂痛，因这本来就是外别人的嘛。啊，不过清国皇帝吼较不要脸，安那不要脸，伊挂台湾甲平湖日本天皇的时阵哦，迄阵啊，伊干那管台湾的西半部尔呢，东半部这边唔是伊的呢，对不对？足简单的道理嘛，啊，你卖厝吼。将这间厝卖予别人的时候，含隔壁的菜园也煞共卖去哦。安尼有不要脸无？日本天皇想讲啊，你菜园啊都已经卖我，哪会这原住民啊，过来咧甲我抗争，所以爱派兵去甲征服。即个赛德克巴莱啦，即个武侠事件啦，即个有，就是日本人去甲征服。你清国天皇都已经将菜园啊挂我，恁这哪会过来遮种菜？原因足简单嘞，哦，我都要派兵来甲你征服。遮
台湾哦是日本固有的领土哦，自清国、自民国迄阵啊就有啊。啊，迄阵啊较无万国公法的观念嘛，哦，迄阵啊无万国公法啦。啊，上早的汉文哦是日本人带来的，啊、哦，日本人带来咱讲汉文的。其他人哦，因足侪字拢是日本人个创作的。上简单的就是哦，咱捌读个化学元素吧。化学元素里面中国人只有五字，金银铜铁锡，对不对？剩的他们都不知道，剩的那些都是日本人给他们好的，因为中国人不会练钢嘛，对吧？中国人只有好铁不打钉，好男不当兵，有没有？他们不会练钢嘛，他们会练钢，从哪里开始？毛泽东有没有？土法炼钢嘛，对吧？所以哈、哦，中国人袂晓练钢，这就是迄本哈、哦，大清迄、那个一统制啦，大清一统制有无？台湾府自古方法之地无通中国，名叫做中藩属日本。哦，这是迄本册内底，所以你啊皇帝大家拢足清楚的。这文献会内底讲啊，乾隆二十三年哦。令归附的平埔族啊，征伐结变，并实施四姓政策，好不？就是开始去给恁煮啊，煮好血，煮好变做血番，好不？给恁塑形，塑形了恁就变血番啊啦。啊，那讲也要讲好老话了，啊，个也要穿国衫的时阵，就变做民啊。啊，你唔通就是讲穿国的衫是汉服呢？哦，恁讲什么？唐山庄咯、哦，诶、欸，旗袍咯、哦，哦，查囡仔穿旗袍足水个，对不对？凹凸有致啊！旗袍是啥人穿的？清国人咧穿的啦，大清帝国的人咧穿的。大清帝国唔是汉人呢，对不？汉人已经去予大清帝国灭国去啊！啊，济南人哦。受咱台湾翻了，受死无？头一个啊，雍正八年的时阵啊，六十几万人马上改姓。啊，迄阵人口嘛才两百几万人尔呢，六十几万马上改姓哦。甲乾隆四十八年的时阵哦，迄阵九十一万人改姓。安尼偌济啊？安尼百几万，一半的人拢已经改汉姓啊。问题出来就是一只。你姓陈对不对？啊，你姓谢对不对？你姓王对不对？恁家的人翻呢，那会使跟阮汉人共姓？安尼都共祖先去啊！阮的祖先那会使跟翻共祖先？哦，这汉人是足无欢喜的呢。恁这翻跟阮汉人要哪会比的啊？那会使跟阮共姓啊？所以清朝的皇帝吼、哦、采纳建议，好唔好？卖个素人姓啊！那时候已经数差不多了，济南人不愿意跟我们翻同祖宗。啊，那济南人是足高贵的民族呢，汉民族是偌高贵，你怎样？确定我讲给您听啊、哦？这普姓汉姓了三百年后，咱这平埔族啊，拢消失去了，因为这平埔族啊，拢已经熟啊，煮个臭蛋嘛，对吧？所以拢已经变平啦。这史密讲的哦，这写哦清国皇帝的册啊，诏书啊，这诏书是袂使写假的哦，写假的抬头哦，对不对？伊安那写，伊讲专台无地非番，啊恁什么人？哦，恁汉人哦，专台无地非番啊，恁那个是汉人，而啊。台藩罪于一无所图，既无大志，怎么会有大事呢？咱台湾哦，较早足好趁食的呢，所以没有什么大志呢。咱迄阵啊，台湾人哦，出门就看到足侪鹿啊，凊彩了都有鹿肉通好食，拢唔免烦恼。种稻啊，会当种三冬，哇，一冬种一冬天好食三冬，所以咱台湾哦，根本足好趁食的。无像济南人呢，
今天人只为了一口饭吃而已，对不对？台湾哦，祖国无属中国无，仅弹丸之地啊，得之无所加，不得无所损啊。这是康熙讲的哦。马关条约哦，挂好天皇的时候呢，是安尼尔呢，对吧？啊，将台湾当兵啊，顺续买去，哦，不要脸哦，清国皇帝足不要脸的，唔是伊的土地嘛，卖予天皇啊。伊个安怎讲？你知道？这个、要挂好天皇的时候呢，哦，台湾哦是蛮荒瘴疠之区啦，蛮荒之岛啊，鸟不语，花不香，山不青，你水不秀。岛上是化外之民，男无情，女无义啊，弃之不足惜啊！哦，人家男无情，女无义啊，挂掉那好差。这日本时代的户口哈，伊的成本都甲你做甲足清楚的，哦。伊那顶头哈，那住广的哈，表示你也要讲客家话。也要讲客家话，唔是吉纳人哦。伊顶头那个伊注明清的吼，你才是吉纳人。哦，你的户口簿顶头那是清，有清的，表示你是正港的吉纳人，哦，清国人。哇，这顶头就给写个真清，这日本人写的迄个户口簿哦，写你有缠足的有无？早起那迄阵有缠足的无？哎，也要讲河洛话啊。啊！你有数阿片的呀、啊？有无？拢有甲你注明，哎、欸！啊！你的总别啊是第二种的，第二种的就是啥？就是喜欢呐、啊。哦，啊！那第一种的就是名呐、啊。啊！第三种伊就免写，第三种就是阿未注册的嘛，对吧？哎、欸，所以啊，你有打天花的疫苗？迄阵啊，都日本都天花的疫苗啊，啊！那中国嘞？那有什么天花？因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天花，对不对？所以咱台湾迄阵比中国是国先进足济呢。日本人伫台湾的时阵啊，咱台湾的水拢会使清啉呢。你即阵去到日本，所有的水龙头拍开拢会使清啉，对不对？我去日本的时阵啊，我咱摕这保特瓶啊，讲拜托你给我兑开水。日本人听到戆戆的，什么开水？因为waiter讲奇怪，恁台湾人来呢，要兑水哈？因水龙头开开，每一个水龙头拢会使啉。啊，吼，流氓政府甲咱关七十冬啊，咱的水煞颠倒变袂使啉呢。迄个一个做风台讲，浊度一万两千度，讲袂啉的啦，我袂煮的啊。恁看偌可怜，好进步七十年诶，啊，搁跟袂到六十年前的日本人，你有可怜无？是啊，一个政府哦，政府是要创啥？铺桥造路，对不对？迄上简单的工课呢，啊，无要叫咱一般人铺桥造路吗？连铺桥造路都做袂好的政府，你免笑想伊会做好啥物工课啦？对不对？你即摆出去，奥多拜一个徛咧吼，迄台奥多拜先。唔爱有一条边路，车驶出去吼，你若去日本坐过车，你就知影；去美国坐过车，你知影。安尼去安尼，安尼安尼做呢？咱台湾是每一条路拢安尼呢。你在写吼缠足的啊，鸦片的、河洛的，这福吼福，伊记住的福吼，唔是代表你是福州人、福建人呢，是会代表讲吼，你会晓讲河洛话。阿拜，中国、日本甲统治了，要派会晓讲河洛的人去管福州、福建、福州的所在，会晓讲河洛的地区。哦，因早都安尼算啊，因为安怎？日本天皇有一个神圣的使命，伊要下化摩西啊。伊想讲，全世界那会拢白人咧做主人。敢那黄种人跟黑种人在做奴隶，咱感觉无得，无价值，所以日本天皇伊要把这些黄种人哦，救离奴隶的生活，伊有迄个先天的职责啦，就敢那讲，
你的隔壁就好了。你的隔壁若带一个迄，安尼一尴尬，拢咧拍某拍囝的遐，你会感觉足讨厌，对不对？到有一天，伊若咧抬因囝、抬因某的时阵，你就都挡袂掉啊！你一定爱去甲解救呢，对不对？上界少你爱报警呢，天皇的迄个心呢？我的厝边，大家拢咧做奴隶呢。韩国咧做奴隶，泰国咧做奴隶，中国拢咧做奴隶，越南拢咧做奴隶，菲律宾拢咧做奴隶。天皇赶紧这奴隶要甲救出来呢。唔过，这奴隶无一个甲感敬的。迄阵啊，摩西带以色列人的出来的时阵啊，以色列人吼，心头安尼真欢喜吼，脱离奴隶。去到旷野就开始骂摩西啊！阮伫埃及做奴隶是偌好个呢？逐工拢有肉通好食，有菜通好食，有厝通好住，有工课通好做呢。你甲阮带出来旷野是偌痛苦个，无水通好啉，无物件通好食呢。遮个奴隶吼是足欢喜，搁当去做奴隶呢。啊，遮个黄种人咧做奴隶个时阵嘛，感觉足爽个呢，很喜欢做龙的传人呢，对不对？现在龙的传人哦，已经给您教到哦，你们已经很高兴了，很高兴以龙的传人为荣啊。这那给你注明清的哦，你就是支那人啊。哦，你等下看恁的户口哦，伊顶头只来给你讲哦，你是清哦，表示你是正港的清国人。这顶头嘛讲记个真清楚哈，色的啊，有好乐的。装备啊，有。这哈、啊、日本的人类学家伊能家己啊，伊伫台湾吼、啊、研究咱台湾的民族了，安怎讲？伊讲吼，咱这个台湾番吼、啊，这个族啊，甲边地汉人吼、啊，拢分袂清。安尼，这个汉人哪有可能是汉人？对不对？这边对汉人拢甲原住民拢分袂清啊！安尼，这汉人哪有可能是汉人啊？这汉人嘛是番。这哈，咱的卢凯族的头目哦，去日本留学，这有成番吗？这哈，甲咱即马Discovery有无？有一片咧报非洲有一撮无？哦，他们那一组都养牛的喔，那个头目啊，穿的像穿差阁差不多。因去到美国的时阵，喔，去到日本的时阵，拢受到很大的欢迎，就是安怎？因是原住民呢，因唔是较落伍呢，因是较先进呢。即个原住民啊，去参观日本的丹后舰，去参观舰舰，是安怎去参观舰舰？日本人甲因讲吼，是安那，阮爱甲恁征服的原因啊。恁是安那会怕输，就是遮。阮的科技比恁较先进，恁输是应该正常的。哦，在原住民啊去参观丹后战舰了，因就知影因是安那会战输啊，会努力学习的，对嘛？其他人上后甲恁教的就是吼。只要有恒心哦，铁杵可以磨成绣花针，对不对？啊，您别想过哦，每一支针拢钢的呢，没有一支是铁的呢。你哈、哦，今麦来起，唔免用铁杵，你用铁线得啊。你个铁线磨成绣花针，快当做针袂？足简单的道理嘛。铁哈、哦、没办法做成针。哦、一定要钢、哦、钢才有办法做针、啊、今天人像怎样恨铁不成钢，用恨的没有用、啊、要炼钢才有用，对不对？用恨的、哦、怎么用都没有用，因为、哦、好铁不打钉，好男不当兵，你不敢想过吗？今天人、哦、自古以来、哦战争唔捌赢过，安怎？因为因的好男不当兵了，因的好男拢在创啥？因的好男拢在做犯官，对不对？每一个好男拢甲
都念葵花宝典，念了葵花宝典以后马上就成功，马上赚大钱。有多少人所有的好男哦，通通去当太监了。啊，那遐个烂咖呢？烂咖在咧做兵，所以因的战争唔捌一场赢过，原因在遮。好男都不当兵了，怎么会打仗会打赢呢？一定打输的啦。哦，这足简单的道理啦。啊，那讲这铁呢，真让人袂晓炼钢嘛，对吧？袂晓炼钢，所以因有刀无？因拢有在铁刀无？哦，要大刀队无？大刀队起来都拢铁刀呢，甲武术刀一个拼到啥个啊？武术刀是每一支拢宝刀呢。啊，真啊人诶，吼、哦，真啊人有倚天剑呢，对吧？有屠龙刀啦，有关公一支青龙偃月刀啦。迄是小说呢，你唔通当作因真正有宝刀呢？连迄尚方宝剑呐，迄嘛是假的呢。包青天喎。还有顶头一支尚方宝剑哦，包青天是连续剧呢，你唔当当作真正中国有包青天这些人呢？无呢，那是中西下的连续剧哈，唔当就是恁怎啊要去中国找包青天无啦？因哦从来就没有宝刀哦，所以主公哦，因也要下修算了，有倚天剑、屠龙刀哦，所以哦。打仗从来没有赢过，有一次赢的就是岳飞，有没有？岳飞，岳飞去人拍我，岳飞就是用下钱的，吼，伊讲了这背力神，背力神，百步穿杨吼，惊人的背力啊，讲一次可以拉动几百斤的弓啊，唯一打胜仗的岳飞，啊，你敢信吗？皇帝甲对方已经签好约啊呢，签好势啊呢，啊你牙开搁一日干唔干拍？啊搁逐摆拢拍赢，哇、哦！对方当然嘛来找皇帝赔啊，足简单的道理嘛。你每一届甲我拍一摆，我来找皇帝赔一摆，赔甲皇帝是会气呢。牙开你甲我转来，掉十二刀的金牌，才甲你掉转来抬呢。你想啦？林某若卡十二通的电话，互你，你也唔回，会是发生什么代志？上简单的呢，皇帝给你掉十二刀的金牌，你也唔转来，这一定要抬头的啦。那林某卡住十二摆电话，互你，你也唔回，吼、哦，你这转来吼，一定要好好驾驶一下，对不？足简单的，中国人哦，上敖啥？上敖养蚕。对吧？自古早就晓自私哦，吼、哦，煮的食啊，吼，偌赞的哦，拢外销去欧洲，家己拢袂穿。安怎讲？因穿袂起，干那皇帝才穿得起，你好无？即个食啊，拢外销。安那因呢？因爱穿棉袄，大棉袄，迄、那个棉袄，甲五日节的时阵才敢脱起来哇。迄、那个因的俗谚吼，听起来就足简单嘞，讲，不到端午啊，棉袄不敢脱喔，就是这个原因呢。因为那棉袄是穿了无咧疼的。这样，日本的武术都是每一支抽起来拢宝刀呢，对吧？足简单的道理啊，一个战争落去，扑落就知啊，遐铁刀连咪就断伊啊，所以安怎？日本人迄阵来台湾征兵的时阵啊，爱甲你问看你会晓日语未呢？会晓讲日语未呢？啊，无命令好嘞，你唔知影，未晓讲日语听无啊，对吧？爱会晓讲日语。第二啊，你爱身管有够呢，体重爱有够呢，对吧？爱看看你的身材安怎呢？平衡感安怎呢？安尼健出来健，每一个拢好难呢。安尼战争就会稳赢的呢？啊，中国人诶，中国人路边救的兵有无？看到救过来无？哎、啊，真会赢哦，温书的啦。所以日本人讲，一战争稳赢就是这个原因嘛。这伊藤伊能家就有迄
人类学者有啊，伊就讲啊，山上的凯达格兰跟偏埔族跟街上的汉人啊，体格脸型上啊无法区别。安尼，即个汉人是汉人哦，即个汉人嘛是番，对不对？啊，恁拢大家拢皆是好，咱都汉人哦，做汉人都要光荣的哦。这伊能家具哦，这咱台湾的族吼，咱台湾的族我甲查起吼，有名啊，拢总36族。白塞啦、古伦啦、白宅族啦、巴布萨啦、塞夏族啦、塞德克啦、道卡斯、巴泽亥、巴布拉、马布拉、葛哈乌、少族、布农族、洪亚族、卡纳富族、周族、喜拉雅、拉阿鲁瓦族、啊这卢凯族、马卡道族、这朗雷朗族、台湾族、达悟族、阿美族。卑南族、斯卡罗、阿美族，这个亚美跟阿美是不同哦。再个萨奇莱亚、大满族、泰鲁格族、噶玛兰、侯侯族、卡瓦兰族、马赛族、泰雅族、个凯达格兰族，这拢叫会出来呢。这咱台湾的族名，上特别的就是这大满族，这拢无甲你记啦。啊，咱即马拢存款不足嘛，对吧？啊，这大满族应该是。上满足的，咱拢存款不足的哦。这，即个因成立的哦，拢总17座啦。这17座吼，即马讲剩50几万人尔。秘书长讲吼，哦，即个原住民哦，阿伯恁加生寡，每生一个贴你100万。阿伯咱即前了，即个原住民哦，干那负责死囝咯。你甲想，生了10个吼。啊，这哈在1922年的时候呢，美国跟大英帝国、法国、意大利跟日本哦，大日本帝国迄阵就签合约啊，迄阵签什么合约？签军备限制条约哦，1922年哦，迄阵签军备限制条约就是安怎？爱签讲吼，你日本袂使超过几台航空母舰，美国袂使超过几台航空母舰。哦，就是军备限制的条约，迄阵就签啊。所以即卖美国啊，有几台航空母舰？11台啊！啊，美国有11台航空母舰哦、啊。伊淘汰遐足济啊，现在伊敢若有11台，每加一台新的，伊爱淘汰一台旧的，就是伫遮。日本嘛是呢，日本迄阵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啊，有29台航空母舰呢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了，讲即马敢那个限制，敢那会使4台的款，啊，佫唔是叫做航空母舰，佫袂使用飞行机起飞无，伊要用垂直起降的，敢那在降直升机，哎，伊迄个讲个最和平宪法，对啊，迄阵咱台湾人出国吼，嘛爱用护照呢，大清帝国的时阵啊，嘛爱用护照，清国厦门吼，福州。英国领事馆，这个人哦，叫李志善，台北关、台北、北门街，217番，哦，这个玩得好个人，这即马伫台湾哦，这个可能，所以对户籍成本顶头哦，咱就知影，日本哦为马关条约遐接收台湾吼，迄阵原住民吼，即个番啊，即个所有的番啊，1893年的时阵吼，拢总有254万哦，这是还未接收迄阵啊。1896年是已经接收啊，才257万，迄阵生长3万人了。所以即个番啊，真未生，大家拢无想要生囝个。日本哦。在1896年到1897年的中间哦，将清国人总赶出去台湾。安怎讲？你伫台湾无地住的，遐罗汉卡，你遐拢爱赶倒去啊？乞食啦，罗汉卡拢赶倒去清国。台湾的居民哦，分线处理哦。第一条，5月初8日前，你若无退出去台湾的哦，伫台湾有住所的吼，依马关条约。看作你是日本的臣民哦，
第五条，伊讲吼，你若唔做阮日本人，会使？你伫个两年内底吼，将你的财产卖卖咧，搬出去台湾就好啊。吼，啊你若伫台湾哦，无住所的，拢号做登记做外国人，无户籍哦。所以自1895年挂号日本天皇了，台湾就日本天皇的土地啊。哦，啊，恁知影这支什么旗无？唔是啦，这支大清帝国的国旗啊。大清帝国的国旗哦，大清帝国伫1889年的时阵哦，迄阵啊还无国旗。迄是因为留学生哦，去到美国留学。哎，那全世界各国拢有国旗啊，干那大清帝国无国旗。啊，大清帝国较早皇帝代表旗是三角形的哇，啊，顶头就是即尾龙啊，迄个大清帝国的旗。啊，遐留学生讲，啊无用即尾龙吼，戴在即顶头内底安尼，原来即个规格原来甲外国同款，安尼才变作大清帝国的国旗。哦，啊，大清帝国的国旗沿到1912年啊，去哦。孙中山给推翻了，有无？推翻了吼，孙中山就用这支旗给代替了，有无？啊，这支旗啊，这什么旗？五色旗，五色旗啊，这是中华民国的国旗啊、哦。中华民国的国旗是五色旗哦。啊，伊这支呢？这支是中华民国海军的军旗啊、哦。啊，海军来到台湾，其实到中华民国。迄阵啊，海军哦，去予日本已经甲消灭了。哦，伊所谓海军拢予日本甲消灭了，所以迄阵啊，无空军嘛，无海军啊，纯陆军。哎，来到台湾的时阵哦，伫1946年哦，顶一支做国旗，伫1954年才公布哦。哎，所以哦，这支迄阵啊，来到台湾啊，才做国旗的啊。在中国的时候是这支哈，啊，现在呢，现在中国已经去把这支取代起来嘛，对吧？中华民国已经在1949年就去把这支取代起来，去把驱逐出南京了嘛，对吧？所以现在已经去把取代起来。所以啊，咱拄下就讲啊，我钱那人足好食的无？钱那人吼，有毛的是食甲脏水，无毛的食甲清腿无？有脚的食甲老腿，无脚的食甲倒跪，对不对？所以钱那人足好食的，对不对？这高价到什么程度？所有的动物都吃完了，对吧？现在人哦，去到外国哦，外国人哦，只要给他有一口饭吃就好了，对不对？他们现在也是一样啊，现在你如果要请中国人哦，中国人嘛，都跟你说，只要有一口饭吃就好了。我跟你说哦，你们如果只要求有一口饭吃哦，都来我们家吃。哦，问到欠足济，你只要给你一口饭吃，我给你两口饭吃，不赞无？哦，拢来问到，问到足济饭呢？哦，所以啊，真啊人啊，这有毒的文化，你唔通去毒死去。是讲吼，你已经毒几啊千年啊，已经毒未死啊啦，就已经有免疫啊。所以恁见面就问看你食饱未无？这就是钱那人，为本少出伊嘛，拄甲你问讲，你食饱未？咱都爱问安怎？你有平安无？你有顺事无？安尼毋才对。你问伊食饱无？要怎啊？一生人生的目的，干那为着食饱？哦，阿伯问着，你有平安无？啊，你有顺利无？安尼毋才对。什么？你有食饱无？干那为着食饭哦？这个人哦，足厉害！这个叫李德喜啊，李德喜哦，一摆咧演相声的时阵啊，吼，将这所有的菜名哦报一摆，报甲足顺呢，都敢那我拄下咧念讲哦，真啊人足好食的，有毛食甲脏水，无毛食甲清腿的同款啊。伊念这菜名念完哦，吼，伊安怎讲你知道？你这一套《满汉全席》哦，讲得真好。迄阵啊，才开始有《满汉全席》啊。无慈禧太后是无食到满汉全席呢，你唔通就是讲
满汉全席慈禧太后有吃到无呢？是这个人创造出来的，哦。这王朔一讲啊，很多事哈，一直都在验证中国人是知乎这一个事实。什么事？从什么事开始验证？我讲给你听，王朔讲哈，中国人是猪哦，感情上不能接受，可他妈的很多事一直都在验证中国人是猪这个事实。不侵犯他的时候啊，他只知道埋头赚钱吃饭。如果一伤害到他啊，他就马上惨叫。哇，第一是不是安尼？第一你若小可卡一鸡，吼，足好鸡啊，这都是钱那人。啊，你若馒头啊，啃一粒过吼，迄只猪马上掂伊，够食馒头啊。这就是钱的人，这上刚讲的话，恁这的反来配通做中国人啦，对不？咱这边咱爱做反，然后做中国人啊，中国人拢低啊，知无？安那讲低，我甲恁讲，因的文化为字就看得出来文化。家哈，字典小查者，什么叫做家？家在字典上解释的是哈，亲人共同生活的地方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你的亲人通通是猪啦，啊，你跟他讲你是龙的传人，啊，无你是多一只龙，你嘛跟他讲者。你明明你们全家都是猪哦，你跟他讲你龙的传人，安尼看你会知因的文化未？中国文化上歹的是安怎？安全的安那那下，女孩子哦不能出家门哦，一掐出家门了就不安全了。啊，那一关小会也大人的哦。女孩子出家门就不安全，一种小会也大人的哦。你看全世界有多一个讲女孩子不能出家门的，敢那中国了。所以要给恁绑小脚哦。反而不能出门，知道这只牛哈，叫做密尔克谢克，是美国的一只母牛。这只母牛八岁啊，自细汉吼，甲狗斗阵大汉，伊拢食狗饲料。你吼摕臭好食，伊唔食，伊认为伊是一只狗。你饲料若无甲放咧盆仔内吼，伊唔食哦，吼，伊偌伟大呢？你甲放咧盆仔内，我才要食。结果呢？伊敢会晓叫？吼吼吼吼！伊搁较叫嘛是猫，猫对不对？伊敢会晓吼？无可能。啊，唔过咧，自细汉甲狗斗阵大汉，伊就是伊是狗。咱自细汉哦，去予猪啊教大了，唔通变作猪去呢？知唔知？唔通变猪啦，啊！即个猪啊哦，出国做奴隶哦，是自几落千年前就开始啊呢？唔是即最近的代志呢，几落千年前就开始出国做奴隶啊呢？这是清国迄阵啊翕的时阵的相模，即每一个拢绑辫子呢。绑辫子是清国人的习惯呢，你若无爱绑辫子哦，足简单呢，皇帝马上掠去抬头就好啊嘛，所以每一个人拢留辫子啊嘛，对不？啊，这留辫子，您即马卖讲什么人啊？你洗头吼，你若一礼拜无洗会安怎？哦，你挡袂牢呢，这头皮强要甲掠破。啊！你的头毛那是白干的，你偌久洗一摆头？你甲我讲，放年假吗？放年假洗一次头，安尼有干净吗？所以都要用低脚泵的原因在家啦。你甲想看卖，你的头毛那老安尼，一年洗一摆头，你挡得掉？吼、哦，人因没有感觉。所以哦，这是龙的传人哦。不干净，不用守时，干嘛要守时？我只要一口饭吃就好了，干嘛要守时？对不对？要
要讲信用，免啦，那就要讲信用。信用没错，有饭吃就好了。所以真的人啊，不会守信用。真的人跟人签的合约哈，条约啊，无一条守的哦。所有的条约哈，因为外国人拢无登音啊，对不对？人外国人是拢签字才有算的。那我刚才这真的人有够戆的，迄条音啊，讲比我本人较大。一摆我去银行领钱，讲等提唔到，伊那等讲，你这个不能领。我讲行，那不能领，因为你盖错印章了，拿错印章来了。我讲，我本人来啊，盖错印章，我用签名会使未？未使，爱提登去原来迄粒来。我讲好，我登去找，找住规包找无原来迄粒，搁找别粒来，搁登了，也是不可以。我问个小姐讲。不是到底那条音较大，我较大。那个钱是到底是音的还是我的？那小姐说，钱是你的啦，不过放在我们家。你没法啦，放在他们家你就是要拿原来那条音啦，你用签名的无效啦。人全世界都签名才有效呢。嘿，哪有那个你要载那条音来，我们儿子给他拿音去就会念。要我去念才有效啦。那迄个文化讲，吼，阮囝摕我的囡仔去念，拢有效。所以吼，足歹的文化，歹的文化，咱来改吼。即个去美国吼做奴隶，毋是遐简单呢。要做奴隶，爱买船票呢，无人义务通去坐美国呢。啊，因敢有钱通买船票？无。爱甲家己卖掉呢，家己卖掉了，才有钱通买船票。坐去美国要坐两个月呢，这吼你只要打一下吼华工雪烈士吼，都拢查有啊。要坐两个月坐去到美国做奴隶呢，坐去到美国吼是六四三楼呢，即世代船啊，拢总载2523个，去到美国的船啊，死1620个啦。这才是叫做六四三楼一回头了。因甲恁骗讲吼，因咧长山公路来台湾的时阵，拢六四三楼一回头。台湾海峡有遐危险吗？为福建来坐船来到台湾，免一工呢。风台要为遐扫来嘛，唔拿扫一工呢。安尼有遐危险吗？所以吼，无可能十四三楼一回头啦。吼，迄甲恁骗的。去美国才六四三楼一回头吼，再去澳洲啊，嘛是做奴隶呢。这做奴隶，做奴隶，伊是做得起的呢。安怎做得起？因自古早时代皇帝的时阵就开始做奴隶啊嘛，对不对？做宦官啊，只要把小鸟割掉就好了，马上就发达了。所以做奴隶哦，是做得起的呢。恁这宦是袂使跟阮收钱的呢，恁这宦哪会使跟阮收钱？对不？在做奴隶哦，是干那阮汉人才有法度啦。恁这番教阮钱，这第一次世界大战时，拢去澳洲，十四万人。啊，去澳洲哦，唔免坐船，去澳洲往行，往那行会到，哦，为丝路行会到。这做奴隶，死亡率64%，这拢龙的传人。这龙的传人哦，坐船去到美洲的时呐。去铁路，美国的铁路嘛，拢在做呀，连加拿大的铁路嘛，人家做，对不对？去完了要翕相啊，啊，拢美国人翕相，这奴隶啊，奴隶哪有资格通翕相呐？奴隶，这去铁路的时候呢，这人大家每一个拢那个老弟要溜哦。太平洋的铁路啊，这太平洋铁路，迄个加拿大的铁路啊，讲那无只个华工，华工是讲最好听的啦。那无只个奴隶讲去，阮就无可能去的好个，因为太俗个。只个奴隶是安怎俗？只要给他有一口饭吃就好了，安尼有俗无？
有够赞的，对吧？所以哦，我嘛足想要请足济，我，即我给你两口饭吃哈。即华工去甲南非啊，你甲想啊，南非是啥物国度啊？南非是黑人的国度呢，连黑人都请得起，即龙的传人。哦，安尼国足爱做龙的传人嘛？去非洲撮甘蔗，即拢龙的传人。在巴拿马运河去的时候呢，嘛叫这吉纳人去去。去完的时候呢，拢赶赶回去。美国经营一百年，哇！最近这海哦，巴拿马哇，巴拿马人是足气的呢。在阮巴拿马内底，个美国咧经营，吼、哦，这吉纳人哦，完了乱唔得嘞！伊讲哦，阮气候那也无好，阮经营一百年，那美国人咧经营啊。吉纳人乱唔甘愿的，去甲尼加拉瓜讲啊，即卖换阮甲你起一条新的运河，为遮起起到遮，互阮经营一百年。吼、哦，尼加拉瓜的政府讲，好啊好啊，你做你去。你家去，我让你经营一百年，好、哦，马上签约。签约了，偌欢喜呢？哇，这大家痛到哦，有人免费要给咱挖铁、挖运河了，搁好经营一百年就好了。再拥有一百年的营运权，这条运河要起偌长？276公里啦！你个想啦？为国人哦，挖一条运河，挖去到台南，跨度吼爱520米哦，深度要我30米哦，安尼你爱挖偌久啊？爱开偌侪人挖啊？你别想过，好、哦，我高速公路驶3点外钟才驶到台南呢。中国人哦，好讲，我5年就给你起好，好、哦、有赞了。所以这贾博士吼、哦，足巧啊，你知道？吼、哦，这个努力哦有够多。一想有一步，我只要下订单哦给郭台铭就好了。您这个努力哦，拢免出国啊，免买船票，免买机票啊，有赞不？哦，马上哦，假做爱怕，我怕啦，我爱啦，有没有？像什么 Apple 啦，还被咬了一口那个，通通叫他做。我只要写订单就好了。哦哦，啊，这郭台铭呢？郭台铭的比较这本了，比吼，请100万人来给他做工作，只要给一口饭吃就好了，吼吼赞。所以郭台铭吼，我那讲好省的，今麦一口饭不够啊呢，今麦被刷来印度啊，对吧？有啊。所以啊，贾博士哦，足巧啊，可能奴隶太多人哦，贵心起来了，好、哦，这已经贵心了。这曼德拉哦，你看教育哦，是用来改变世界最强的武器。咱今嘛都是在教育，下面有在教育，教育的是洗脑，对吧？我痛恨种族歧视，因为我认为那很野蛮。不论是来自黑人或白人，他是不讲哦，黄种人哦，哦，这曼德拉是看得足清楚的，黄种人不关我的事哦，对吧？这个黄种人哦，安怎做？那个成吉思哦，成吉思来啊。嘿，将汉人割台掉了，将也体意涂在我的身上。哦，伊就安那讲啊，蒙古人也是中国人，有无？蒙古人会遮讲吗？会遮拍台吗？蒙古人会讲吼，阮、哦、是中国人吗？蒙古人则无遐戆个，中国人是由阮灭国去个呢，对无？阮蒙古人是拍去到欧洲呢，这是世界史呢，全世界拢知影呢。只有中国人不知道、哦、中国人说蒙古人也是我们中国人，有多少个蒙古人那么拍台说他们 做中国人的，对不对？还有千个人更厉害，
千个人一个来个中国了呐，嘛是同款，抬，对吧？啊，抬掉了嘞，还每一个拢给他留辫子，留完辫子嘞，嘿，我们肤色都同色的，好不好？那这同色的吼，这黑色的蚂蚁啊，都变红的啊，好不好？这红色蚂蚁啊，大家都拢穿个啪哩啪哩，好不好？哦，这老的拢在搞纳税金啊，好不好？哎，政治我来管着，政治我来插着了。恁哦，恁唔通插政治啦，哎，插政治足危险的。一届我伫个西门二里边啊，啊穿咱的西装去甲买物件，哟，要怎么样才跟你们一样哦，赚这么多钱？我讲很简单嘛，你一生赚多少钱，我已经帮你算好了，你一个月领三万嘛。你能领多久？领三十年好不好？你的财产就那些 啊你的三万呢是我在决定啊，对不对？你的薪水三万块我在决定的啊，我政治人物在决定的了。所以你要做政治人物还是要做那个很简单的道理嘛，你的薪水是我在给你决定的，所以很简单的道理，你们政治不要理啊，政治我来管就好哦，啊，你们呢？赶快赚钱，缴税金啊！西走、夜走、变命走哦，安尼样。所以这黑蚂蚁啊，戆戆嘛。啊，恁的皮肤拢干涩个嘛？恁都无感觉讲恁在做劳力嘛？因为啊，皇帝拢因在做就好啊。哦，啊，恁叫什么研究？真正是中国人啊？现在因讲的拢好，这金达如雨，皇帝拢迄几个在做诶。咱哦，因在河洛人啊，河洛人都是对黄河跟洛水中间的遐人，都是中原人啊。中原人讲什么话？哎，中原人讲河洛话呢？汉人讲什么话？汉人讲普通话。北京话，金达如意的，哦，啊，因遐河洛人啊，即马拢已经咧讲什么话啊？拢讲普通话，对不？连广东人嘛拢咧讲普通话，客家人嘛拢咧讲普通话，就简单嘛，因为恁去往灭国去啊，啊，灭国好做啥？亡国奴，唔过也甲你讲啊，亡国奴很不好听嘛，龙的传人呐、啊。哎、hey, ，我们都是龙的传人呐、啊，只是那条龙不是你啦，知不？因为这祖籍地哦，阿扁啊，有做搞哦，谢中廷有做搞哦，哦，因为祖先拢为中国来啊，等于找做有找到无？阿伊无比咱较搞吗？阿恁等于找做找有可能有无？卖讲啊，吼、哦！这些给你塑形了不？这就是宦官。中国人做宦官是自古就做啊，对不对？自唔啦，自秦始皇呢，自汉朝进前国都开始做宦官了呢。这些宦官哦，唯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啥？《葵花宝典》你给他念好，对不对？村内，村内无要紧啦。村内哦，我派令哦去关汉林，对不对？您这宦官汉林，给他关了后头。啊，我皇帝嘞，给他关这宦官，嘿嘿嘿，安尼简单，足简单嘞。哎，啊，尤其个这宦官拢无难怕，上赞吼。这下在下面没有了啦。哦，这下在下面没有了啦。您别看过这个，这相片哦。这足哦，这不简单哦。这好在太监，太监机车这，对不对？太监哈、哦、可不好当哎，一定要先练《葵花宝典》哈、哦。家呀，每一个拢宦官哦，大家拢做有钱的，拢做大官哦，拢在管汉人呢，对不对？所以这宦官哦，是袂堪的，恁这宦盖共姓呢，盖称谓。那也是该称谓。这东汉开始有无？东条、明条、秦始皇、
这高士力啊，仇士良啊，这尤其这上出名的这个小李子，我这哦拢是宦官，因为《葵花宝典》都已经练成功了，哦，这宦官呢，这那个慈禧太后的时候，这李莲英啊，佮写字很扁的啵，安怎写？天上圣庙。所以恁即马咧拜的时候，你要较注意，要拜着人，唔通去互这骗去，哦。这李德林吼，这个德林啊，伊个老爸甲讲啊，伊伫个这本册内底一下，伊讲哦，我们不是中国人，我们却是中国人的主人，所以伊足清楚个，哦，这德林伊就下，他的父亲告诉他，他们不是中国人，但却是中国人的主人。这鲁迅一共中国人是很容易变成奴隶的，而且是变了奴隶还万分喜欢呢。我恁在做奴隶的时候嘛，大家做欢喜呢吼。我今嘛一个月赚四万五，四做二就只在赚钱呢。哦，那客人车司机，我讲啊，我要来到位要走哦，啊别，等我这嘴背了嘞。努力做惯事啊！较早咱是食饭皇帝大个，我食饭我烦恼你要要对，即马毋是啊，即马要载无？别，稍等者，头家啊，即个慢车甲收完，我确定要倒来要食。钱啊！人个美国吼，安那教育？恁去抗议课纲了，好啦，人美国人伊。自细汉吼，国小开始安那个，就是给我玩。小朋友就是玩，玩合群，玩棒球，玩篮球。读到高中的时候，你篮球呐足好拍吼，你唔免去申请大学落来给你学呀，对不对？你足好拍棒球，大学马上给你学，吼，你足好走的，马上给你学，你足好受罪的。大家都很厉害的，都会知道你的成绩，马上给你学。所以你要读大学，你要有相当的本领，不是靠考试，要申请，美国的大学要申请，看他要答应你，你有什么本领，展出来，不是说考试你多少考。如果中国文化这样跟你教，从小就考啊，考造词上，考生字，考造句，一直考到大学嘞。也考英文嘞，对不对？啊，不过你的英文永远学不会。台湾补习班上最啥？英文补习班教你永远学不会的英文，他永远在赚补习费。什么原因？他也不愿意给你有这个环境。所以你永远学不会啊！你讲美国囡啊，出世一年你就落落叫啊，无这个环境嘛。我来跟你要求讲，即马开始，咱所有的人拢一定爱讲英语，要求要一年过了。无讲英语，我爱抬头。迄阵哦，免一年啦，超一个月，大家拢会晓英语啊，对不对？足简单的道理嘛。啊，伊就每一节课拢跟你教中文啊，对不？现在所有的节拢中文啊，所以你就干那晓中文啊。你也感觉讲哦，中文较简单。中文是全世界上歹学的字呢，全世界上好学的英语啊，干那26字母呢。听开吼，咱这每一个拢捌啦，足简单的啊。啊，但国内就是斗尔嘛，啊，中国人嘛是咧斗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你也感觉简单，是因为你自细汉学到即嘛环境拢安尼嘛。啊，咱来。为这阵开始，后个月开始，若未晓讲英文的，每一个拢抬头，你甲想，吼，头大家拢会晓啊。这就是环境嘛，足简单的道理嘛。自细汉哦，拢甲你读读读读。中文安怎读？读到吼，你感觉讲，敢那唔是读啊？所有
问你哈、哦，中文只要跟女孩子在一起哦，无一字好字啊。尤其愈多女孩子在一起啊，愈惨。尤其那个三个女孩子在一起，有没有？啊，那刚刚只有一个女孩子就变成尖了，有没有？讲什么？女孩子要越少越妙。啊，奇怪，那中国人的生遐多哈。所以哦，中国的文化拢歹的文化。人因全世界拢咧安怎？国小拢咧耍呢？甲国中嘛搁咧耍呢？咧耍啥？耍麦啊林、耍钢琴、耍电子琴，即啊，各种的才能，细汉就咧耍啊呢。升到高中的时候，你就大概知道，嘿，你的才能在哪里啊？嚯、哦，你很会画画，读艺术系；你很会唱歌，读音乐系，对吧？你很会打篮球，体育系。啊，哪样呢？读到高中，你也不知道你会晓啥，会晓读书哦，会晓读中文呐、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去到大学嘞，系啊，要读哪一个系？我考上哪一个系就读哪一个系的了，是不是啊？嘞，好不容易考上医生，结果不会医术啊，拿着手术刀戳戳戳戳，安尼是要怎做医生？啊，不过我医学生毕业呢，所以哦，唔对的错误，唔对的教育，会造成唔对的环境。美国人哦，哦 ，Michael Jordan 啊。就高中就打篮球啊，对不对？大学个奥运，足简单的道理嘛。伊的才能就是在这里。会晓唱歌呢，高中就要唱。所以啊，读个大学的时候，你就往那边发展。啊，你呢？甲恁教教你的，什么有这豆芽菜？刚才知影什么豆芽菜啊？呢，半音符、全音符过来都唔知呀。即美国人哦。都要从事这些打工啊，要各种的联赛、体育活动、艺术活动，从小都要参加这个美国的教育。啊，那访问咱台湾的大学生呢？哇，这电视恁常咧看，最近嘛常咧看无？你访问那个大学生，大学生都在干什么？大学的英文就是 university 嘛 ，university 就是任你玩四年嘛。伊在讲。很闲啊，感觉呢、啊，时间很充裕啊，有没有？啊，都在干什么？都在玩呢、啊，交男女朋友啊。最后那个女孩子讲啊，问伊讲啊，没有啦，没有啦。大家讲咧，我没有啦，没有啦。啊，你家想啊，恁大家都是咧学这个，看落可怜。这就是摩西嘛，摩西迄阵啊吼，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阵吼，伊完了有迄神圣的使命，神圣的使命吼，在奴隶出埃及的时阵吼，奴隶无个感谢呢，大家拢骂摩西呢，所以吼摩西甲上帝讲，这批人袂当入迦南地，所以。埃及甲以色列才偌远，要行四十年，原因就出伫遮。啊，摩西吼救啊以色列人出来的时阵，救这六百个老人的时阵，埃及王吼，埃及的法老未同意呢，对不对？吼、哦，我这个老人六百万好，我用真好用呢，你要甲救出去，我法老王哪有可能同意啦，对不对？法老王袂使，啊！摩西就要求迄个基督上帝干呐，要安怎甲因救出来？上帝讲哦，法老王若唔同意，我要降下灾祸在埃及，降这十灾啊，在埃及。上出名的就是长子之死之灾，最后这一灾啊，为什么？摩西甲法老王讲。你哪半分等于？你埃及遍地所有的长子投生的，通通要死。法老王不信呢，结果呢，
摩西啊，迄上帝啊，交代摩西，你爱迄、那个以色列人吼、啊，爱用羊啊血抹伫个恁个门牌。我看到恁门抹羊啊血，我就越过去。所以以色列人他们会纪念逾越节，就是为这来。啊，那中国人诶，中国人嘛有逾越节呢，只是伊唔甲恁讲尔呢。因安怎？这个门牌有爱用羊啊血的，啊，中国人诶，因大门帘。啊，不过伊唔甲你讲，伊这吼，伊这讲啊，这迄阵来讨福啊。其实是为摩西迄阵啊来，哦，迄阵啊，法老王吼，唔信啊，上帝将埃及所有的头生的，头生的就是长子啦，唔拿人哦，鸡啊、鸟啊、啊，头生的总是，啊，迄阵埃及法老啊，才想讲好，无我放恁去。放进去，佫唔甘愿呢，佫在后壁钓。所以摩西有一条鱼啊，即把红海分开喎。啊，我唔是要传教啦，吼。咱我虽然是基督徒，我唔是要传教，我是要甲恁讲即门帘的由来。中国即门帘吼，我啦足趣味的，因吼会使你在你安怎写，你只要想要写啥拢会使。哎，也门帘的不？考试不作弊，明年要当学弟啊！宁愿没人格，不能不及格，一定要过。这也门帘的不？啊，这作出也门帘的，反正他们只为了考试嘛，对吧？对啊，我爱的人哦，名花有主了；爱我的人呢，惨不忍睹了，命苦啊。在你下我见，哦，这文人哦，在你下无差。啊，什么天增岁月，人增寿啊，哦，福满乾坤，哎，什么满门，哎，哎，这反正按照道拢会使嘛，对吧？反正无差，在你下，甚至啊，这讲啊，写下来讲无厘头下，我无脸见人呐、啊，无脸可对人民呐、啊，没有脸呐、啊。安尼买肾，所以啊、哦，这门脸的习惯就为得来，为阿拉伯家有啊，为埃及家传，为丝路也传过来中国的。哦，你唔通就是讲中国有遐敖呢？中国人是足惊死的呢。迄阵啊，要抬中子的时阵，伊嘛会晓安尼做啊。这是基督徒的门脸。中国的历史吼，稍微较注意，唔能叫骗个戆戆些，吼、哦，这样，什么恁是拢皇帝、皇帝子孙有无？你爱想啊，宋朝吼、哦，宋朝开始啊，恁才开始有族谱、哦，较早才会谱啊，族谱是皇帝才会在写的呢，是皇帝族谱呢。领导哪有祖谱？领导是为宋朝开始才有祖谱呢。安尼，你会惊？你的祖先会皇帝哦？是皇帝祖先呐、啊，哦，不要搞错了。难哥，难哥，你讲，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呐、啊，我们都是龙的传人呐、啊。哦，你听个龙的传人，吼、哦，一条歌我唱了特别好听哇。龙的传人一条歌也要唱，吼、哦，足好听哇。尤其咱台湾人咧唱歌更好听。咱台湾人咧唱歌有八个音，对不对？咱有八音嘛。哎，啊，若中国人咧唱歌咧，因是五音不全，对不对？因四音半尔嘛，所以因唱歌永远比袂过台湾人。你放心，因国较好听都袂比台湾人较好听。哦，所以免烦恼。应该有五音不全啊，知无？这中国的历史吼，这元朝。下面有这元朝，元朝就是成吉思啊。成吉思甲灭国了吼，吼、哦、就变因的人啊。千国啊，
清国是东夷人有无？满洲人啊，甲灭国了，就阁完啊变中国人啊。遮个皇帝吼，每一个皇帝无一个是汉人呢。你唔通讲，就是这大汉帝国，这就是汉人呢？大汉嘛唔是汉人呢。所以吼、哦，中国历史拢咧甲恁骗啦，吼、哦。你唔通继续吼，即、哦、好像敢那五千年的历史，假的吼、哦。印度敢有定定咧改清朝，行啦改元朝，行改唐朝。印度就印度，埃及就埃及啊，法国就法国，德国就德国啊。因敢有定定咧改朝代？啊，那会即国那会定定咧改朝代？啊，改到最后讲哦，中华民国啦。啊，中华民国的历史嘛，才一百零四年。他跟你讲五千几年，啊，你嘛信噶？哦，我们有悠久的文化，悠久的历史。中国是孙中山创造的时候才有中国啦。哦，中华文化跟你讲，以华夏文化五千年，中国的文化五千年，啊，你就真正讲五千年啊，讲出去是全世界拢爱笑呢，对不？所以要了解哈。哦啊，咱今日因为时间的关系啊，咱就功课到这。你若有兴趣哈、哦，上网直接打我的名字哈、哦，就可以看以前的片子啊。哦，好，谢谢。